C C， 这叫 Street Food， 是不是很那个？对，电视里演的那种。对对对，我都玩出这种国际范儿摊儿来了。太像了，太像了。这是不是以后可以国内哪音乐节请我去给你们表演一个 Street Food， 街头食品？嗯。这是为了留油冒烟儿，吸引观众。这吸引观众，我觉得最逗那俩年轻服务后，每次都是第一个，对，每次都他们第一，排着队来买他们最爱吃的中国小吃，中国街头小吃。看着滋滋冒泡。厉害吗？厉害，都流水线作业了。太像了，我的后边闻着都受不了了。对，嗨曲儿靠这儿，还挺配的哈。这当心摇晃。我这太香了。这是我的晚饭。你的晚饭还能留到家吗？我怎么觉得这趋势不像还能留到家呀？三个香肠。